哎，大家好！哈哈哈！哎呀呀呀，这个台湾又热乎了啊！哎呀，台湾这个东西啊，真是没有任何价值啊！这个对美国来说，我估计也是个鸡肋啊！这个老美恐怕是很想把它给甩了啊！这个中国这边大陆这边不能接盘了，这玩意儿。你看嘛，这无论是就来看台湾也好吧，看这么一个岛也好了，你看或者说看大国，看中国和美国都一样了，就这么几个方面嘛，一个东西有什么价值，对不对？一个岛，它跟日本跟南韩一样啊，这资源极端贫乏，还要发展制造业。缺电都缺啊，要进口多少天然气，进口多少还有核燃料、石油、各种各样的矿藏。当然了，完了之后还要卖。这个经济这方面，我想大陆大概主要是台湾的主要市场啊，这大陆现在是所有人的主要市场啊，这很多国家的贸易第一大国都是中国大陆啊，这经济就这么回事了。而且中国如果想毁了台湾的经济呢，那也是很容易的事儿。而且中国如果大陆已毁了台湾的经济的话，那么台湾的经济呢就得。美国就得接盘，否则的话影响这个民主的价值啊，对吧？台湾还是一个民主的榜样，所以台湾还有一个政治价值。上次我视频说了，台湾对大陆的政治价值是一个这个藏污纳垢的地方啊。这个以前李敖臭牛逼啊，说台湾是中国的睾丸啊。然后这个美国人一高兴就捏一下啊，中国人就难受。说实在的，台湾怎么能有那么大的高的地位呢？古代没有，近代略微有了一点，是因为什么呢？它可以作为一个跳板。可是作为跳板，你的价值也非常有限。日本侵华没有从台湾进来嘛，还是从东北嘛？因为你过这个台湾海峡，这个玩意儿，美国也许能做到啊，日本肯定不行。所以这个台湾就作为军事价值，在近代也不高。那么到现在呢，这个武器已经发展到可以打击，哎呀，几千公里以外了。像台湾那种几百公里这种距离。台湾是军事价值没有，经济价值没有，政治价值一样也没有。作为民主的榜样，这个台湾对大陆人有什么感召力啊？大陆人看看台湾民主，会觉得自己想玩民主吗？所以台湾对民主也是一个。是一个反面的这个例子啊，所以你说美国要这个台湾干嘛用啊？毫无价值。所以台湾跟对美国来说就是个鸡肋，净给美国丢人现眼，净给民主丢人现眼。对中国来说呢？是一个反动派可以去的地方，这样说起来好听一点。这李敖扯什么睾丸？这大概这小子喜欢往那儿想吧，下三路，这个也可以理解了。让我来比喻呢，台湾就是个痰盂儿。刚解放的时候，一口恶痰吐到台湾去了，就是国民党。国民党拿着整个大陆的国库，
作为合法政府，坐在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位置，拿着整个大陆的资源，把个台湾也不够闹成这样吧？你跟南韩比一比，南韩有大陆的资源吗？没有吗？所以这国民党就是一口恶痰，一口浓痰，一口臭痰，吐那儿了。否则的话，他妈的就得咽在肚子里，就得在大陆消化这帮败类。你看台湾现在还是一个痰盂啊。香港一闹事儿，那些香港那些叫什么废青，想到往哪儿去啊？还不是去也是想到去台湾啊？英国人也不要他们呀，美国人也不要啊。所以这个他们也是香港的一口痰，如果呢，如果需要吐的时候就吐，又吐到台湾啊。其实呢，香港也是一个痰盂儿，香港也不要把自己看得那么高。大陆十几亿人呢，当年刚建国的时候七八亿、五六亿，那么多人，不可能铁板一块嘛。凡是有人群的地方就有左中右，总会有反对派的，反对派总需要一个地方要去。这反对派，这是。永远都是存在的，无论你搞民主也罢，搞共产也罢，搞独裁也罢，搞资本也罢，都会有反对派。反对派需要一个，或者说就是那些很坚决的反对派。那反对派总得有个地方可以去吧？香港收留一批反对派，台湾收留一批反对派，这都相当于一口浓痰，几口浓痰。十几亿人，这浓痰很多的，偶尔就得吐一口。像民运这帮人，像法轮功这帮人，这都是中国的痰，吐到美国来了。这个民运好像也有一部分去了台湾啊。法轮功在台湾有没有我不知道，反正无论如何吧，台湾不是中国的睾丸，台湾是中国的一个痰盂儿。好嘞。